我跟我老公站得比较近。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，为人民做牛。我叫吴福斌啦，吼，啊，即目前是担任台南市汤安镇的副主任委员啦，啊，希望吼未来总统啦吼，较重视宗教文化，唔好吼灭香啦，安尼对吼宗教信仰吼是大个打击啦，吼，买选票的时就惊袂有啦，啊，有买选票的时吼，就要灭香啦，安是做唔好个啦。我是中小企业的企业主。我是从事机车零件外销的厂商，我希望未来的总统能帮我们解决目前的国际贸易障碍。日韩是朝着零关税在进行，而我们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，变成台湾的竞争力非常的薄弱，对着国际贸易的一些障碍想办法去排除，让我们在国际上能提高竞争力。我在做这个鞋的时候，我去当着一个问题，就是讲上少年的师傅现在头在50岁，有可能在那个10天后就整个都断层，因为现在这传统的商业就对了，师傅这都没人要饿了。希望总统可以帮我们倒出一些路工，不然有当时我们这一些工，我们这断着，我们做鞋这断着就对了，可以都没人要做，都差不多断去了。